悬挂在空中的大气球宛如宇宙九大行星，搭配绚烂灯光，乐团告五人气势登台。求人多作怪，我却能遇到我心里存，发现你我都还迁就于情感，不敢去想未来。现场打造成银河系，台下万名粉丝高举官方哈密瓜造型手灯，当这首前奏一下，必定得大合唱。出道六年，首次公蛋，台北两场演出一票难求，团队砸本不手软，斥资共6000万元，还打造绕场小卡车和粉丝近距离互动。不然我们来后面看看你们好了，怎么样？包含五月天团员玛莎、苏慧伦、YouTuber 芊芊等人都隐身台下支持，邀请的神秘嘉宾更曾替他们打造过千万点击夯曲。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人，但其实你们很少见到，但他对告人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伙伴。他是我哥哥。让我们欢迎谭彦生潘老师。不随之而来，随心泛滥。有了新人站台，场面顿时温馨催泪。这回共安排27首歌，新歌经典通通有，替告五人写下全新开唱记录。台北新闻刘玉君，请带新他们去 SM 小组台北怎么到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